你这个心真正发了，就是相似的菩提心，不是真的。我们可以做到观行，可以做到相似。如果在观行位里面就能往生。观行为什么？真做了，虽然做得不圆满，做得有缺陷，真做了。 真做也有一个样子，最低水平的样子，就是真正做到不自欺不欺人。这是最低的一个水平，真正做到不自欺不欺人，念佛就能往生。 生凡圣同居土啊！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问题都在乎自己。你肯不肯做？人生在世间，非常短暂。 无论从事哪个行业，你做的再辉煌、再灿烂，都是昙花一现。古人所讲的“石猴电光”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讲的“如露亦如电”。